好，我们开始讲解这一节的。现在看到的是19号楼啊。讲这个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你看这个鼠标这个位置这儿啊，是后胶带。那这个地方呢，从上往下它也是后胶带。这肯定是都是后胶带，但是它两个啊，你看一个是纯白的，一个是这个啊斜条条的。那它有什么区别嘞？我们看一下它的位置啊。这些呢是我们的19号楼的一个主楼，然后呢，这边是我们的副楼，主楼呢是地下室是负的3层，地上呢是14层，而这个副楼呢只有2层。大家想一下啊，论重量的话，就说是单位面积上承受的重量，那肯定是主楼它的压力更大一些。而这副楼呢，它只是2层地下室，没有多少重量。那所以说嘞，看啊，当主楼与主楼之间它有后胶带的时候，是这种情况；当主楼与副楼它两个有交接的时候，它是这种纯白的。看这儿啊，这儿也是这个白的，到这儿呢也是白的。这边呢，这边暂时没有。我们就以这儿为例啊。那么说嘞，就说，当它这个如果地基要是下沉的话，下沉，你看啊，那这个它的压力不一样。那土质假说是稍微这个往下下沉的话，肯定是主楼这儿会下沉，往下会下沉个1公分呐，1、2公分。然后嘞，这个副楼这儿呢，可能会下沉的少一些。那么说嘞。它称为这个啊，就称为是沉降式的后胶带，它有沉降，它防止如果说这儿没有弄混后胶带，那可能说是它不就把这边它那个重力就把这个混凝土直接掰断，拉出一个裂缝来，属于是沉降型的后胶带。那这个嘞，这个呢，它就属于是一个跟它这个力就不一样了啊。这是一边下沉，一边不下沉，或者下沉的多，下沉的少。这边呢，论它两边重力一样啊，论下沉的话，两边同时都下沉了。那么说嘞，这个后胶带呢，它只能说是这个伸缩型的，伸缩，它是水平上的一个力，水平上，然后你挤我，我挤你。而这个呢，是这个下沉式的，一个力是往下的，一个力呢是往上的，或者说往下的少，一个往下的多。然后理解好这两个概念。看看啊，咱们之前讲这个图纸呢，是讲到过承台梁二，然后啊，这标注的那这些呢，都是承台梁二。那如果没标注的话是多少呢？我们这啊有纯红色的一个文字说明，主楼高层范围外，这边这个外啊。未注明的梁都是地梁仪，主楼高层基础范围内未注明的承台梁是承台梁一，啊，承台梁一。所以说呢，这些啊，这儿标了就算了，不标的这些都是承台梁一，承台梁一，这些呢都是承台梁二，承台梁二，承台梁二。这些没标的啊，都是承台梁二，OK，好，记好了。那这个啊，这儿跑了一个柱墩。承台，我们先看一下咱们这个承台啊长什么样子。刚才呢，专门去翻看了一些承台的那个钢筋笼的照片，同时在网上也找了一部分，然后呢作为一个这个参照，你看看啊。那时候我讲过讲的，你看啊，它的第一根啊。第一个这个起始的这个钢筋笼，啊，你不可能一下子第一根从这儿起来了。假如说这根啊，这是第一根，那这根省略了，那这个转角的位置啊，它就不牢固。所以说呢，第一根你看这个转角的位第一根，这个横向的第一根和纵向的第一根，它两个方向的，它两个呢挨得很近。那这个水平的这个环形的这个箍筋呢？和这边的纵向的，它两个又挨得很近，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一下啊，它是几只箍，然后，
我们要看这个啊，一圈一根，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是五只菇。我们要看的呀是同一个方向，你不能比方说，啊，你说这个，你把这根，你把这根也给它放上去了，那这根就没有，没在它这个水平面之内，就不能算上。那你要是算上它的话，就一二三四五六七，这边也两根呢，那就是七根了，是吧？那就不合适。所以说这个是五只菇，它每个面呢都是五只菇的形式。这个呢就说是这个承台梁。啊，承台的那个钢筋笼，那有了这个钢筋笼之后呢，它还有这个梁啊，有这个梁，梁呢要穿过这个钢筋笼，穿过，然后呢交接的地方用那个扎丝进行一个绑扎起来。你看啊，地上这个都打的有这个红油漆打的这个标，这个做的啊是很规范的。先放线，然后再打这个转角，之后呢，将来再有这个观摩木工观摩的地方。还有这个钢筋啊放线的地方，钢筋放线和这个木工放线它是两个。有的说啊，为了懒省事儿，都是把这个木工钢筋工放线，钢筋工放完线之后呢，它放的一般都是这个梁的外边线，梁的这个外边线。然后那木工呢，木工说你只要看好确认它的一个保护层的厚度，它的这个边线往外平移2公分或者2.5公分，然后呢就是木工的线。有的木工图懒省事儿，他呢就不自己放线了，他就依照钢筋的。可是钢筋的呢，将来这个钢筋笼啊，一旦都是扎好之后呢，他这个钢筋啊密密麻麻的就把这个线可能给他这个挡住了。结果呢，这个木工哎观摩时候呢，都是以这个钢筋向外平移多少来定它的线，这样的话呢，就导致如果它钢筋扎的不规范的话，那这个木工织出来的模它就歪歪扭扭的，没有一个标准。所以说呢，我们要以有自己的这个标准线。看一下这个哈，这个是我在网上找到的另外一个啊别的工地的这个三桩，这不是，这是四桩承台哈。一桩、两桩、三桩、四桩，就是四桩承台的一个结构。你看啊，它这个钢筋跟咱们的那个三桩承台哈、啊、是比较类似的。假如说你把这个钢筋笼给它砍掉，然后呢只看这三个，那就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三桩承台。三桩承台呢，将来它上面的柱子就是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然后柱子往上走。现在呢，它是这种菱形的、菱形式的。四桩承台结构，你看啊，它的钢筋这个布置间距啊，间距呢这个也是说做的不是很规范吧。你看啊，有的地方偏大，有的地方偏小，但总体呢，只要说是这个按图纸上计算的需要有多少根这个分布筋和受力筋，然后呢根数能达到要求，这个呢就不是问题。最多呢说是监理说是做工不规范。这个是五桩承台，五个桩，五桩承台。这个呢，从这个现在啊，还无法100%确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但是有点像那个，看看它这有这个预埋的一个螺栓，有预埋螺栓，它这是四面放坡的一个形式，我不敢断定它是什么。但是面上看呢，有点像是积水井的感觉。积水井的话呢，也是有比较浅的。你看啊，这是一个这个结构，这边又是一个结构。啊，别人的工地我不能断言，我们只是拿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标准的啊，一二三四五，五只菇它的一个啊独立柱，它的一个。承台的钢筋笼，它这是单桩的承台，单桩承台。从这个面上来看呢，这个图上来看啊，它这个钢，这个桩的钢筋，哦，钢筋有点少感觉。你看啊，看到这儿有一根、两根，然后这是三根、四根、五根，好像是从面上看只有五根钢筋。这个还是比较偏少的，没有见过这么稀少的钢筋。这个啊，这个也是这个
两个桩，你看，这个这个是是管管桩，桩，管管桩，桩，管桩管是什桩么是意什么思意呢？思就呢？是就是说说它它这这个个其其实实跟跟那那个个电电线线杆杆儿儿一一样样啊，啊，就就跟跟一一个个电电线线杆杆子子一一样。样，你你看看它它这这个个桩，桩，咱咱们们工工地地上上这这些些桩桩呢呢都都是是这这个个地地上上打打个个洞，洞，然然后后呢呢钢钢筋筋龙龙放放进进去去浇浇灌灌混混凝凝土，土，是是这这种种现现浇浇的的混混凝凝土，土，现现浇浇的的这这个个桩，桩，而而这这个个呢呢它它是是预预制制好好的，的，在在工工厂厂里里边边提提前前就就把把这这个个桩桩做做好。好。做做好好之之后后呢，呢，然然后后在在工工地地上上用用那那个个压压桩桩机机把把这这个个管管桩桩给给它它压压进进去。去。这这个个桩桩呢，呢，你你看看中中间间是是个个孔孔洞，洞，中中间间是是孔孔洞，洞，然然后后嘞嘞四四周周才才是是钢钢筋筋混混凝凝土土结结构。构。那将将来来呢，呢，浇浇混混凝凝土土的的时时候候是是要要把把它它中中间间这这个个孔孔洞洞是是要要给给它它这这个个浇浇灌灌上上然后嘞，它这它这个个桩桩里里边边的的钢钢筋筋啊啊伸伸出出来来和和咱咱们们这这个个撑撑台台两两桩桩撑撑台台的的这这个个钢钢筋筋笼笼给给它它这这个个绑绑扎扎到到一一起，起，然然后后呢呢四四周周用用的的是是这这个个砖砖砌砌的的砖砖钛钛模，模，砖砖钛钛模，模，就是就是这这个个样样子，子，啊，啊，看看了了图图之之后后呢，呢，哎，哎，还还是是很很好好理理解解的，的，好，好，循循环环转转了了看看了了一一圈圈了，了，哇，哇，讲讲这这个个都都讲讲了了11分钟11分钟了了哈，哈，嗯，嗯，好，好，我我们们就就先先看看到到这这儿，儿，咱咱们们下下个个视视频频呢呢就就开开始始讲讲这这个。个。